Hello， 大家好，今天欢迎收看我的频道。那今天这部影片主要就是来拍一下这个豪华转蛋。那基本上它这个豪华转蛋就是可以去选你喜欢的角色，然后在这个转蛋里面去提高几率。更重要的就是它第一个十连抽是免费的，所以它这个这一点上面呢、倒是给的挺豪爽啦。然后也可以去选到针对一些特定的关卡一些角色。那基本上马上可以看到我的表吧。就是有一点就是针对着天魔而来的。那目前那个花莲之狼吧跟忠诚年主就是我一个在天魔也是比较缺的角色，所以就可以去趁着这一次机会来去补到就是连我都有缺的一些角色。那如果就是新手或者普通玩家的话，那就更加不在话下。那基本上今天除了去抽这个豪华转蛋以外，那我还会去抽这个新系列。因为那个昨天有去看我的影片的，就是我昨天更新的那一部影片嘛，我其实是很喜欢这一个新系列的暗属性，真的是我目前近期吧，今年，如果真的是本家系列的话，本家系列，我真的最喜欢这一个角色，对，所以我这个多多少少吧，花点宝就早买早享受，早买早享受。然后那个现在的话，就主要还是先来开抽一下这个免费转蛋吧。我看我能不能抽到什么东西吧。我基本上先抽个免费十抽，然后那个后面的话就抽这个新系列。那如果新系列那个比较早抽到的话，那我再回来去抽这个吧。然后这边第一个十抽，基本上感觉上嘛，免费的话在怪物坦就好像没什么好聊。免费在怪物坦住这个游戏里面是个有啊有爆弹呢？难道忠诚年主？不、花莲之狼，我这个天魔城主 EX， 拜托你了！哇，喂，还有吗？哎，九重哥，哎呀，没有忠诚年主啊，这个还哦还有。啊提了不是哈哈，我要忠诚年主，哎，哦两只哇酷啊，这个是我运气太好了吧，哎傻眼，不是啊，我还有新系列，他刚好给我柳掉忠诚年主，其实还好了，因为他目前五只角色增加，我其实是可以换角色，我可以换角色，但是我。那个忠诚年主那边就已经，因为我其他属性已经没有特别想要的，然后忠诚年主那边刚好跳过，他会读心术，然后刚好跳过忠诚年主啦，这边真的新系列，然后我很喜欢那些暗属性，然后这个也是我那个已经很久没有特别去抽本家的新系列，我之前有在抽本家新系列的时候。搞不好这已经是去年，我今年那个怪物坦珠那个回坑，哎，暗属性，啊不是，这个也是新系列，这个东海道，我没有记错的话，它的名字东海道，然后中是绿毛，对，很要口的名字，哎，这个再抽一下吧，不是啊，真的。新系列角色，我上一次去抽新系列的时候吧，先讲回来。我上一次去抽新系列的时候，已经是那个，已经去年。我起码在我的记忆之中，今年回坑啊、有吗？啊有 ，nice， 太赞，有，好吧，那应该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一只就够了吧？对啊，我也不敢这样玩，因为目前有保底。然后那个我特别去把宝珠去存到年底的话，我的保底还是会抛出去，而且再继续抽吧。反正宝我那个轮盘里面的宝珠我还没动，所以那个。所以基本上那个后续如果去转这个轮盘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去补回来不少那个宝珠吧，所以那个还是可以稍微的再抽一下啦。我那个保底按出来，然后那个不要让我那个连摸的这个冲到保底，然后先把保底清出来了啊，这边宝石哎酷啊，好现实哦。我觉得唯一的好处就是他知道我想要按属性。
然后保底的话，很久没有丢到本家信息了，也是快一年的事情，也是快一年的事情。保底上次有中过东西，有吗？哎，贝多芬，好吧，也是蛮正常。哎呀，酷啊，丢水沟，丢水沟，好吧。所以那个基本上吧，第一个石球比较欧洲，然后想要就是这一部新系列想要的暗属性都有，好吧。然后的话，这边的话就接过去第二支账号吧。那第二支账号其实那个有在选的角色其实也是大同小异啦。基本上花莲之狼，这个其实我需要到两到三支，然后这个忠诚年主最好多一到两支，对。然后基本上其他角色还是大同小异，主要还是看有一些角色有的还是没的。哎，免费十连抽啊，先抽免费的。然后新系列的话再看一下按不按下去吧。新系列的话，其实应该都足够了。对我来说的话，都对我有特效，不是啊，免费耶，不用花宝珠耶，这个真的是米系吗？还是他轮？哎啊，是暗属性的，还是他轮盘那个真的被喷得太离谱？这个第一支名字我真的忘记。众神念珠 ，nice， 多一支，多一支就有谱了。我的这个众神，我的这个天魔的第二支剑，我就这边的话不用抽新系列，那我花宝珠吧，那我花宝珠吧，那抽到这么多东西。不花宝珠说不过去了吧？不，他这个真的很猛耶！他这个豪华转蛋，我本来想说那个免费十连抽，因为我这一次没有去拍影片，有吗？花莲子第二次，我本来想说，因为我觉得这个拍影片下去有点太白痴，我也相信大部分人。那个还是会把宝珠存到年底，不会像我这么白痴了。因为我目前还是那个，就是我目前我如果我去我是去抽年末的话，我是真的把十二月的宝珠去压到年底。但是我总之我前面的轮盘那些宝珠的话，就不关我的事情。所以我目前去转的宝珠基本上就是轮盘的宝珠，好吧？那这边的话，花莲之狼，然后再外加多一只忠诚年主。基本上给我来个对天魔特工队吧，然后这边的话就切到这边的话，先来我的小小号吧。那小小号的部分，那个小小号就是这边，然后这个小小号吧，啊、看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什么东西都没有。那基本上为什么会没有了？就是平日没有再抽本家信系列，因为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啦，因为那个今年吧，我前面就有提到过，我那个今年开始，我都几乎没有再碰过本家新系列，然后我合作新限定，然后都是这样玩下去。其实我自己光是这个转蛋啊，这个转蛋连同后面的那个连魔转蛋我就不知道，但是它可以去顺带的，有八蛋，忠诚年主。哎呀，忠诚年主有了，赞！花莲之狼，哎，没有，四皮塔斯，我记得他好像是四皮利斯塔，好像 还是什么四皮利塔斯，我记得他的名字很绕口，我那个在转单叫不出他的名字，太尴尬，我这边啊，我还是想要花莲之狼，我觉得应该三只吧，我探到宝，我那个打怪物坦住的人，我就是打怪物坦住的人，哪有不探的？好吧，这边啊，花宝珠再来一个十连抽，然后花宝珠再来一个十连抽，然后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花莲之狼吧。不知道，感觉有点危险耶，这边不然呢？哎呀，好像不好使，好像哎，好吧，不好使。哎，还好，我有一点泰坦，对，我觉得忠诚年主吧，补到两到三只，其实也是应该，其实也是蛮不错的了。哎，这一只是我的小小号，
还好不是我弟的账号，我弟的账号应该有机会他会生气。好吧，那就这边那个拿我的账号限制的，拿我的账号去限制了一下以后，那基本上这边吧切过去我的小小号了。那么这边吧不是我的小小号，是我弟的账号，是我弟的账号。嗯，基本上吧大同小异。然后这边的话就把这个就把原来的提尔就换成普尔路，因为我说起提尔。我刚刚有去看到我的这个豪华精选转蛋的豪华转蛋的话，我的提尔为什么会放进去了？那个就真的是我的第六感。我其实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看到一些角色设计的很奇怪，就会那个有一些预感或者莫名其妙的第六感，就是会觉得他后面或许有机会有用。然后我又打着因为我的光属性的角色比较多。所以我就觉得啊，那我可以在这边先抽出来，或许后面会有用。对，我就抱持这个想法。这边吧，还是希望忠诚念主不要先，还是我的运气用完啊，不是啊，我的运气用完，这样真的可以去撑得，不是啊，我的运气用完，这样真的可以去撑到连末吗？有点夸张耶，不是、啊，我现在想起来。不对，我那个抽了一堆，我那个抽了一堆角色出来，搞不好我连摸的运气都用完。对啊，这边吧，那花宝就再来一个十连抽。这边有残影，有残影，忠诚连主化莲之狼，有他的眼睛眨了一下啊，果然呢、啊，这个还是药理宝珠的忠诚连主天魔二啊，不是斯皮利斯哈。四皮利斯塔不是啊，眨眼不要给我一只啊！忠诚连主停下来，哎，有料，2.4%，忠诚连主啊，哎啊，这个是火属性的新系列，这个因为他的新系列，而且那个角色蛮像的，所以有一点想要，那就应该没有，那就四皮利斯塔哦，两只，四皮利斯塔出现好多哎、欸，我三只账号三只都有出现他。他这个斯皮利斯塔，刷经验会用到，就是目前刷等级会用到的角色，然后也可以拿来打这个未开的24。所以那个我自己吧，未来的时间里面，应该差不多有一年，有一年的时间，打未开跟那个后面的刷经验的活动吧，都会用到这个角色，所以那个就有一点想抽了，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会给我不停的出现。我目前吧，忠诚连主三只，忠诚连主三只，然后花莲之狼两只，其实两只就应该够了。我是有一点太贪心了，我是有一点太贪心了。其实啊，两只吧，两只就应该够。然后基本上后面的再去配一些角色，或者就是跟人接角，跟其他人去接角色。对啊，我跟其他人去接角色，我就有三只。对，好吧，那个。基本上这一个转单吧，那就看自己的个人需要，看自己个人需要。我觉得，如果这一个转单就是有特别去针对到天魔用的角色的话，就是你打天魔需要用得到的角色的话，我觉得去抽这个转单是可以的，因为就是你马上可以用到吧。那如果那个除了天魔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的话。那我就觉得啊，那就免费十连抽就算，因为我真的，你看我的那个目标吧，真的是追着天魔来跑的，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个人的需要了，所以我的这个转蛋影片看看就好了，好吧，那影片的部分就到这边差不多，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那可以帮我按赞跟按个订阅，然后就那个啊，好吧，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咯，拜拜。